是属于我们西湖楼一个最大的大厅，它是具备有舞台的，分为上下压楼，能够同时最多容纳客人是800人。它这个厅呢叫做演艺厅，中午和晚上都有一个小时的演出，是以湖南的民族风格舞蹈为主的。 楼上的话，分为几个区，每个区大概20个包厢。我们总共加起来大概是100几个包厢。那大概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80年代初，本身肚子都吃不饱，哪里还什么文化，就是吃饱了就可以了。那现在就是生活水平提高了，它不单是吃饱的问题，而且是享受的问题。 哈哈，我讲，邢路董事长，邢路董事长，邢路董事长，哎，来，哎呀，我们中国是党的领导，这么大的一个企业，800、1000多人的企业，连个老总都不是党员的话，我是对于我的员工负责。<笑>我们湖南只有20几个民营企业，可以说是都是大型企业的老板。 都是很有钱的，这些都是领导，都是省委的人事部的人员，这些都是全部是民营企业的，都是几十个亿的。我们这么大的厨房，每天呢早上都有很多货源被送进来。鸡的话，每个礼拜是要用700多只。 猪肉的话是1712公斤，蛇呢是200条，青菜是5618公斤，那么像辣椒的话是平均1000多公斤。这个厨房一共有5个。 现在啊，幸福楼就是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餐馆。这个故事呢，要从我的小时候说起。我读的书不是很多，我爸爸对我非常的严格，就是重男轻女了，就重视男孩子了，就特别喜欢我的弟弟。
就是老在家里的什么事情都要我做。我所以8岁的时候我就自己煮饭了，自己做，就被我弟弟和我妹妹叫我带，他们的衣服我要洗，跟他们两个人洗澡。8岁，如果我没干好的话，他是伸手就拿个扫把或者什么凳子就啪就这样过来，反正你不能反抗的，打了你就认了。其实12岁的时候我就是这样的，我说你老是打我，我长大以后呢，我决定也超过我的弟弟，超过我的妹妹。小的时候呢，因为家里很穷，三姊妹嘛，我们爸爸妈妈的工作单位呢就是一般，从小呢我姐姐就要赚学费啊。12岁的时候呢，我就自己上完学以后还要挑石头啊，做一些打一些工，打一些零工啊，打一些零工赚点钱补助家里的补贴。在他18岁毕业出来的时候，就带着我在外面读书，一边教书，还要一边供养我的学费啊，吃饭呐、啊，就带着我在外面。高中毕业以后，我爸爸就说你去做事，他也不管，反正也出去，你不要在家里，你自己养活自己，反正每一个月你也给10块钱呢。小时候林志怎么样的？小时候林志什么样？能不能干？能干。能干。稍微挑的苦，稍微吃苦嘞。吃了很多苦。啊，吃了很多苦啊。你有没有想到他会做这么大的事业？没想到了。没想过。父母亲就是自己的女儿、自己的儿子搞得好，就是有面子，很风光，就这样的。他每天就是笑嘻嘻的。你知道吧，他就高兴。那时候我搞得不好的时候，我回都不敢回去的。我爸爸还骂人的，真的是这样的。平常做放生的时候拉一些金属到那边去，然后呢有时间的话念啊，这样的话就对那些众生有很大的，就是说好处，对他们解脱有很大的好处。今天我们也是就是起了很大的福报了，你看救了这么多众生。它是有规定的，然后放到河里面去，就是那就是正正规规的放生了，放在我们池塘里面，然后我们池塘里面是养了鱼不，一年之后养大了，然后一打上来又吃了，就等于没放生不，是吧？那你看这么多员工，靠着这个西湖楼吃饭，员工的家属，有的结了婚，有父母，所以说，一个是幸福吧，就是多做好事。多做善事，自己的心态也好一些，再一个呢，就是保护好自己的员工，让他们过得幸福。哎，爬过来了，我爬过来了，爬过来了。他爬过来是感谢我们，嗯，没有吃他对吧？我宣布西湖楼美食城厨艺大赛现在开始。好了，请我们的师傅入场，大家掌声欢迎一下。我预祝各位选手有优异的发挥，预祝厨艺大赛圆满成功。现在是全部是人工饲养的食类，所以大家呢不必现在计时开始。加油！7号已经完成工作了，7号。哎，磨车的磨车。9号完成，1分09秒。好了，请我们现场的10位裁判来到统分区，我们呢要。进行下一步的分数的核对，要不是7分呢？哎，超了1分5秒。好，请我们哎，怎么会又加一分？先于我吃的项目
那场内准备情况怎么样？请我们的现场的裁判分手制一下。要玩这个。比赛现在进行，开始。各部门的经理早上过来都等你签到哟。156，老面馒头好吃，西湖霸王蛇好吃，分量太少。瘦楼村花生炖水鸭不新鲜，有酸味。碧桃村青椒炒肉上来是冷的。报告完毕。每个经理都要知道，我说了，每个部门相互配合，有什么问题要解决的话，没有解决不了的，但是你们在态度和方法上面一定要留意，最起码是相互尊重啊。10点钟就开会呀，就是针对昨天的客人对我们西湖楼指出来的一些什么哪里做的不好，哪里做不好，他每天开会就是开这讲这些，那么今天马上就要改。在座的每一位同事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都要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大家有没有收到？收到。小心一阵散会。谢人生目标其实很简单，就说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然后呢，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说找一个好的老公嫁了就可以了，目标不是很大，但是前提是要找到一份好工作。为什么？因为我觉得钱能解决一切。7点钟来啊，我5点多钟就出发嘞。你是不是不一样？是的，因为我们不晓得时间，我是只根据我们的刚开的思维这里。坐了，我们坐了聊一会儿，知道吧？11点钟就有一个是不是侦查部的接到？当时西湖楼被开了，当时李万珍就是那天的经理，我就看上去这个女孩子不错，哎，人也长得好，蛮有气质的。我当时就想，哎呀，我要是能够追到她就好。当时就这样想，然后还想到这个问题，这个女孩子长这么漂亮，我追不追得到了？大哥，这下面好看些噶，风筝子的。我虎尾蟹，再扔蒸软贝几只？一般都是老子噻。他因为他现在要做太太了，所以就没干了。做新娘，所以就不工作了。结婚就是他一生中是最大的事情。所以用钱呢也是最多的一次。还有鲜花进来。中式结婚还有到娘家，他的那些伴礼呀，起码是有10万的，有20万的，那就看有送车的，送房子的都有。这是专门为结婚买的一台车。对，专门为结婚买的，坐花车。特地买的坐花车。他是14岁就出来自己闯荡做事，到今年是29岁了。哦，你是做建筑行业的？建筑对。有钱没有婚姻也是不行的，但是你婚姻必须在建立在金钱基础上。说如果很穷的话，可能就谈不上浪漫。谈不上，这个社会是很现实的。首先
到娘家以后呢，门不会开的，绝对丢红包。越多的红包呢，就是对女方越有诚意感。他不打，10000块钱不让他进去，这是规矩了，是不？嗯，大姐就是说，再一个这里有这么多小朋友，好玩，就是存在一个好玩一样的。是老婆大，在外面呢，我是他的下级，肯定要他签字，不签字不行。12点钟以后就是我大了。你看我们男的可以不？老婆就是青春靓，我就提包，还跟他开车门。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男尊女卑吧，我们中国还是有传统的东西。觉得一个女人在外面风风火火啊，一个男人好像是吃软饭一样的了。在社会上怎么流言蔓语，他不会计较那些东西的。我觉得一个女人呢，第一是以事业美丽，但是女人最幸福的是有一个安定的家。那时候是指他是我的下属，他因为他是一个职业司机，他非常的体贴人，而且非常的有礼貌。高我就慢慢我对他好，不是他对我好，他怕我，因为我毕竟是老板。他做菜还可以的，毛蒸菜毛蒸茄子那个锅子起来。我们两个共同的心愿，他觉得他自己一个这么的老板，要是不结婚的话，人家会是钱花。他是离婚了5年了，他是老婆抛弃他的。是爱你的。我觉得一个女人45岁才结婚，这份爱情这份婚姻来之不易。我既然跟你结了婚了，我说我们肯定能够白头到老。浏阳就是做广豆腐最出名的地方，每家每户都会打豆腐，所以我就觉得我们餐馆的店子豆腐呢口感不是那么好，我就带我们的厨师再来学习一下。我就想接一点那个水，可能我研究我们那个豆腐，就是因为可能是水源的问题。这里有一个山上面有个自来水公司，他们那个下面的那些农民家里都是这里自来水，明白了吧？哎呀，哎呀，要能提水喝，不行了。不行了，老了。袋子给我忘记了。
那打开你走吧，把你放进去。再帮我推一点，再帮我擦一下。因为你今天吃了苦，明天就是甜的了，菜都好吃的了，卖的价钱起了，客人都喜欢了。水质是最重要的，我这是品牌了，我哪怕是贴本也要卖给人家吃了。以前我就是一天只买十份豆腐，我就是薄利多销。通过我这样从大白山的水，源头的水把它调过来以后，那么一天是买100份，来吃专吃豆腐的人还吃别的什么菜呢？所以说一个店子的主打菜是非常重要的。你要多少位的呀？我要30个人。30几个人的话，现在已经没有包厢了。今天啊，全部爆满。我们中国人吃饭就是要高兴，我来就是买高兴的，不单是菜高兴的话，那么我的服务高兴，我所谓的服务要他高兴的话，就是跟他聊天。谢谢啊，谢谢啊，早点发财啊，感谢感谢。我以前叫他做3杯倒，就是喝3杯啤酒这样的，他就要吐了，他就会吐。敬酒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是敬客人的话，那杯子肯定要比客人呢稍稍低一点。那么敬酒的人呢要先干，被敬的人呢后干。一般很尊贵的客人，他在正式的宴会场合上面的话，就讲一些祝福的话。谢谢啊！有一次呢，就是我就是跟客人喝酒，当时就吃不下去了，我就把那个酒呢倒到那个饭里面去。那个顾客就说：“其实我也非常支持你们西湖，不能吃你可以跟我说，但是你不能这么对我不尊敬。”谢谢啊！为了表示我的诚意。表示我对你的感谢，我现在把这个碗酒，这碗饭把它吃完。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有过累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我在这里做了1年半个时间了。我谢谢大家的关心和支持，还当然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路可以去选择，都有自己的人生历程。那么出去以后，他将会在新的岗位上面。那么我没有理由啊，没有理由再去挽留他。所以呢，我答应了他的辞职申请，希望呢他在以后的工作岗位上面能够比我做得更好，比我做得更加优秀。来，我们掌声送给他，好不好？哪里有这么多？今天叫大家过来开会呢，就是关于你们所管辖的范围之内的人员流动问题。总共的话呢，平均每个月是20个人。现在就是我想查出来，到底这些离职的人员的原因是什么？最主要的体现的是几个方面，一个是工资待遇。工资待遇方面呢，确确实实我们这边跟不上。有两个他跟我讲了，我都休了2个月，我已经瘦了很多，我没吃过很好的一餐饭，他跟我讲的是第二个原因。另外一个呢，就是新到的员工留不住。像张经理就知道，一分到部门，然后做了2-3天就走了，做了2-3天就走了，因为他们觉得时间太长了。因为年轻的确实很累，从早上开始到
果然下班什么事情都是我们员工自己做，包括洗碗。但是尤其到了冬天，员工食堂呢的伙食问题呢，这个我也会去啊看怎么样去解决比较好的方法。但是如果员工要求像在家里吃的一样呢，恐怕我没有办法跟大家去做到这一点。你们提出来的问题我跟你们解决之后，希望你们能够解决管理上面、服务质量上面、出品质量上面的问题。我对我的厨师，对我的所有的下手，我跟他们说，人的能力具备，如果你不发挥的话，你的人品不好的话，所以有句话吧，我就给厨房就是菜品就是人品，真的。如果你老是厨师啊啊炒菜的人呢，关在屋子里面，每天炒自己的那个菜，都是公式化的，那好像机器人一样的，他越炒越差，他感觉也不好，所以我每一个时候就把厨师把他放出去啊学习。冬天啊，无声有。哎，我到这里我就喜欢唱这首歌，你看，一望无际。还想问一下，你们当天的那些细节怎么安排？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我就不，因为他不太懂，不就是开始我们慢慢的。我可以提建议啊，啊，我因为你是您的母亲是吗？啊，你像耽误你五分钟时间，好不好？因为我见证仪式见的比较多，我就准备一把农椅，或者是准备一把台式椅坐到上面，然后呢，做子女的可以跟他拜拜寿。主持人可以去协调一下，我认为这样是最有传统意义的。看来我们也主持过很多次了。嗯，对，讲得太棒了，那个人。好，进来。超大一个人。三个儿子，三个媳妇了，三个女，三个男的，生子九个。来，朋友猜一个。我妈这一生的那个经历啊，真是还挺苦的。还有个小弟，那这小弟弟过继给人家了。啊，为什么过继给别人？哎呀，肯定家里当时没钱嘛，养不下去了。对，养不下去嘛。我大哥就是有一回是生日吧，回到家里就是没饭吃，就是在个地里刨了一个红薯吃了以后，然后就去到学校去读书。我记得最深的时候。这个我当兵的时候，派兵去的时候，为了我买进这个毛线衣啊，抽了血，那时候到了医院抽血。买五百cc 的，500cc 只30几块钱一次的。这个我母亲能够从那种环境，能够生活，能够生存过来，确实很不容易的。到这个70岁还能够是吧？也是这个庆祝一下。那么寿宴的菜和婚宴的菜呢，它稍有不同。第一个就是长寿面，长寿面里面呢要煎两个荷包蛋，但是圆圆满满的长寿的意思就这个。那么寿桃呢也是健康长寿的意思。那么接下来就这样啊，来开始拜寿了。一拜寿，祝妈妈福如东海长流水。二拜寿，祝妈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三拜寿，祝妈妈长命百岁长生不老。来，掌声祝贺一下好了，谢谢。现在中国人他都比较注重这个喜庆的氛围了，他觉得这个东西吧，能够体现出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和档次。来。
来的人数的多少可以把这个中国人所讲究的一个人气吧，把它撑起来。二楼的那边 B 区 C 区都有，然后我们就要全部统一的送到这里，再统一的走到那边去，就不会乱。房子部经理就是我，然后阿姨啊，这洗碗的、收碗的、搞卫生的，都是我这个部门的。有的说我是丐帮帮主，做卫生嘛是吧？那个清扫地沟啊。什么厕所啊那些卫生啊都是我这里管。来来来来，陈爸，去拿个盆子过来啦。先出去啊，没地方装了。我们之前没有过的法定假日的加班工资这一块，我们也有给员工也有待提高了。再还有一个是电龄工资，现在在这里做了半年以上的员工的话，就可以享受电龄工资50。多少做满一年的举下手？有很多了啊，做满两年的呢？1、2、3、4、5、6、7。那做满两年的笑得很灿烂了啊！做满两年的话，那就是200。每个月工资增加体现200，做满一年的就是每个月工资增加体现100。那么呢，我觉得可能我们这个待遇呢，在长沙市也不算低了。我就希望你们努力在这边做，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路桃是微笑服务人员夸，优质服务靠大家努力。我啊，有一部分交给我爸爸。为什么要交给爸爸呢？年轻人嘛，喜欢玩呐、啊，就是有部分放在这个家长手里比较安全一点吧。有时没钱再去拿。把那工资就寄给小孩子做学费了。现在是出来实习一下，实习一下再去读书。16、17岁，刚刚离开父母，自制能力不是很强，社会经验不足，经常出现一些，睡觉不记得醒来，不记得来上班，然后迟到，然后我们这里迟到了要罚款的，1块钱1分钟。有时还睡得不记得起来，一上午不来的，一天不来的，干脆，那就是罚一天假，然后扣50块钱。这是我们公司为我们安排的宿舍，然后我们这里一套干总共住了7个人。从这里到西五楼的话，大概要5到6分钟的样子。我每个月是正式工资是800到1000的样子，然后开瓶费跟奖金的话就200到300，然后就自己用。我每个月拿800到1000回去，然后我爸爸也把它寄给我姐姐读书。兄弟们，我下来了。小啊，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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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我姐姐。哦，你好。暑假嘛，放暑假了是吧？啊，暑假。你这个大女去年考的中医学院了，读书了，读大学了。她那时读一年级的时候，我就有病了，不病的话，她送她可以读书了。跟住。她很听话的，那我知道她听话的。就是我能跟着你，她就听话的来。每年收入是不太多，大概是2000多块钱。如果是挣大股，那大女儿要是在读书的话，一年学费有多少？1万块钱。我妈生意很好嘞，比小楼子才能好吃些。妈来擦饭。这没什么菜，没准备。他和他跟我一起睡这里，只是之前他刚打工的时候经常哭，因为他是冬天嘛，洗菜那个手都伸出水泡来的，脚也是有水泡。他那时候多少岁？16岁，应该是16岁还不到。初三毕业的时候要填志愿吗？我没填。你其实到底想不想读书？想。那个时候想读，现在我觉得无所谓了。因为毕竟没有机会了，反正打工也好啊。我没有钱存，每个月的钱都给了他们，因为毕竟我们父母养过我，我们也要养父母啊，就当是为父母分担一点吧。小姐，新婚庆典现在开始，有请新娘上轿，花轿迎亲，掌声有请。我们就是做文化吧，西湖楼做文化了，把传统的东西再把它移植出来了，现在都仿古了。有时候哭嫁是这样子的，因为结婚之后呢，女儿不能够经常没事就回娘家，所以跟娘家的人呢不容易见到面，所以才会哭舍不得。可能现在观念不同了，去女儿的家看女儿的爸爸妈妈比可能看男方的爸爸妈妈还看得多一些，所以很多都不哭嫁了，很开心。穿上洁白的婚纱，头戴着美丽的花环，怀上着两颗彼此相爱的心，走进神圣的结婚礼台，在这终生难忘的一刻，在这终生难忘的一天，所有爱你们的人为你们祝福。像婚宴里面必须具备的整鸡整鱼，是都有它的含义的。像鸡的话，里面5元整鸡，桂圆呐、鸡蛋呐、枸杞啊、红枣都是圆的，代表呢夫妻呢能够和和美美在一起，圆圆满满。这就是我们
们羡慕的一对神仙眷侣，将以中国传统拜天地的方法来感谢在场的所有的好朋友。二拜高堂，祝你们长命百岁，万岁万岁万万岁，谢谢。接下来夫妻对拜，夫妻恩爱情永生，同心携手造乾坤，夫妻明年把宰生。来，有请修杯酒，龙凤呈祥，上菜仪式，掌声有请。那么鱼的话呢，都是整鱼，代表呢有头有尾，年年有余。因为鱼和那个年年有余的鱼是同音的，所以是吉利的意思。哎，拿那边端霸王鸭过来，谢谢。其实呢，就是西湖楼，现在这么成功，我还是感谢我的以前的老公，因为不是他那种对我这种情况下，我不会这么努力的，你知道吧？那时候我的真的是，我可以说人生受了很大的打击，那工资也不是很多，是三十几块钱、二十几块钱，要抚养一个女孩子，我们家里也穷，还要拿钱给我们家里我爸爸妈妈。小时候我还记得。就说我外公给我一块两块，我那时候才几岁，我不知道用钱，就留在那小钱包里面。然后过了几天，小钱包的钱没有了，我就问我妈，我妈说买菜用了。我妈对我很宠爱啊，自己觉得还是就是小时候没有那样意识到，但是现在长大了就感觉自己命好，就是命好。资产现在我评估的话。那也有，应该有三千万的样子吧。对，那你有这么多钱，在十年前想到过没有？没，那没想过。而且我们也想啊，发扬这个湘菜的文化，然后把这个湘菜不但推出长沙、湖南、全国。全世界全国都认定了湘菜品牌，我们想这样去打造，但是这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的事情。这真的是给我的启发就是创业难，守业更难。我们的理念啊，有观赏价值的，有历史的，我要想全世界的人到我这里来看，我要震撼他们。